らら。父亲母亲，嗯，弟弟没有考中啊，正榜没有，没有，那副榜呢？天赐啊，乡试不中也是平常的事，这对你也是一种磨砺，再下一番苦功，明年再考啊。是我命运不济，错以良驹为驽马，遇上这种糊涂虫做考官。天赐，天赐，不能反躬自省，反倒怨天尤人，这哪堪大才之用啊。天赐身上有些不良习气，虽说不上是纨绔子弟，可总不如他哥哥仁爱厚道，平日里不懂得修德惜福，连落榜这么一点挫折都经受不住，长此以往如何能长进呢？我没有良田美宅留给他们，只能把自己平生立命求福的体会写出来，以传给后世子孙呐、啊。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奋志则不得其正，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，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，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，此谓修身在正其心。听先生说你的学业很有长进，可是自从你父亲辞世以后，家里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了，你还是改学医吧，学医可以养家，可以济人，医术高超还可以造福乡里，这可是你父亲生前的夙愿呢。啊，明日还要进山，还不早些睡、啊、唱完这段就去睡，我答应人家三日后还书。
那年我15岁，巧遇了孔先生。看你的相貌，应该是仕途中人，明年即可进学，为何不读书啊？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定数的，一个人的祸福前程都是天定的，投身仕途是你命中注定的，你不可以不知不察呀。敢问老先生尊姓大名，先乡何处？免贵必姓孔，我乃云南人士，自幼得了黄鸡神术的真传，可以推算天地万物以及人生的运数。看来这本从宋朝少康节传下来的黄鸡经世书暗数何该传给你了。既然这样，就留他多住几日，好好的款待。抽空请他起课，看他是否算得准。孔爷，我屡试不第，年仅50，却一览七下五指，我想请那位老神仙给我算算，此生有无出头之日？既是读书人，请写一字。此乃是个奇字，奇分两种，其下有实者是围棋之棋，其下有不者是象棋之棋，先生所写乃是象棋之棋。这有什么分别吗？围棋落子为空是越下越多，象棋赤子宾杀是越下越少。老先生世家如同这象棋，初时还有兴旺之气，后来却越来越疏落，由此看来，先生家中人丁并不兴旺。请问我家相谱还能传下去吗？请再写一字。起诉讲究一个诚字，老朽直言相告，请不要见怪。请先生直言不讳。此乃是个五字，五字拆开来看，是一个义字加一个止字。义左天人是为代，所谓一代无人到此止，到您这一代则不再新传。多有得罪，得罪。成交，成交。告辞，告辞。后来孔先生为我起诉，他算我第二年县考同生得第14名，府考第71名，提学考呢
则是第九名。他真能把每一个名词都算得如此精准吗？母亲，我考中了。好好好，这次中了第几名啊？果然被孔老先生算中，此次体学考试中第九名。老先生真是灵验呐。孔先生术数神通，我们母子有一事相求，不知道老先生能否应允。老朽与令郎是忘年之交，缘分卑浅，您不必客气。来，先谢过先生。夫人可是想与他卜算终身修旧？正是。老朽从命。孔先生又为我起诉了，他算我某年应考第几，某年当补理，某年当贡，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尹，上任三年半即告归。啊，还算我53岁，8月14日丑时，当寿终正寝。他还说，只可惜我这一生都没有子嗣啊。父亲，这不是算错了吗？我和哥哥可都是您亲生的儿子。孔先生回南方去了，自此以后凡遇考教，每一次名数的先后都不出孔先生的定算。然有一件事情有差，他算我10厘米91尺5斗后当出贡，可那年我10厘米刚到71尺，图宗师即批准我不为贡生。我开始怀疑孔先生的算术了。上了贡生是喜事，为何反倒忧心重重呢？孔先生算我10厘米至91尺5斗才可以出贡，可是为什么蒲宗师现在就准我补贡了呢？孔先生算你能出贡定是准的，还在乎那10几十厘米吗？孔先生的算术向来是丝毫不差的，他算我科考说第几名就是第几名，没有一次错过的。不想屠宗师告病回乡后，我补贡之事果然被署印阳公驳退，直至丁卯年殷秋明宗师看到我的备卷，赞叹道：哎呀，五策即5篇奏议也，岂可使薄洽烟罐之如老一窗下乎？于是他命县里重新申报，主我为贡。这样连前面所示林米共计正好是91尺5斗啊。从此我日益相信，人生在世那真是进退有命，迟速有时啊。孔先生传授的黄极神术如此灵验，父亲是否也曾钻研修习过，也能逆料如神吗？哎，既然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算或不算，查或不查，又有什么分别啊？啊，从此以后我是万念俱灰，淡然无求了。
这个袁坤义来国学一年多了，整日不读书也不撰文，只是这样呆坐，看不出他在想些什么。他是何方贡生啊？江苏嘉善县。既是南方贡生，索性让他回南庸就读算了。是。几四年我离京南归，未及入见，先往西峡山中拜访云谷会禅师。我与云谷禅师对坐一室，三昼夜未曾瞑目。袁施主，凡人所以不能成为圣人，只是因为被妄念相缠。你我静坐三天三夜，不见你起一个妄念，这是什么缘故？我平生命运早已被人算定，荣辱生死皆有定数，即使要妄想，亦无可妄想。我以为你是一个豪杰，原来只是一个凡夫啊。禅师此话怎么讲？凡人未能达到无心，无心就是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外面不会被五欲六尘名闻利养所诱惑，内心不起贪嗔痴欲的妄念，达不到这个境界，终为阴阳所束缚，不能超越阴阳五行数理的范围，安得无数。但是唯有平凡的人有定数，那极善之人数就居他不定，而极恶之人数也拘束他不定。你二十年来被他算定，不曾转动一丝一毫，这不是凡夫又是什么呢？难道这命中定数是可以逃得过的吗？命由我做，福自己求。我们佛教经典当中说，求富贵得富贵，求男女得男女，求长寿得长寿，这些都是事实。妄语是佛家的大戒，诸佛菩萨怎么会说假话去欺骗人呢？可是孟子曰，求则得之，这是说追求应在自己内心，道德仁义是心中本有，可以力求，功名富贵乃身外之物，如何求得到呢？孟子之言没有错，是你错解了。你没有看见六祖慧能在《坛经》中所说，一切福田
不离方寸，从心而觅，感无不通。只要能回头向自己内心里面去求，内心有感，外面自然有应，感应道交，没有不通的。那就不是只得道德仁义，也可以得到外面的功名富贵，内外双得。这样如理如法的去求，才真正有利益，真正能够得到。若不能反过来向内心去反省，而只有向外面去攀援追求，这样求之固然有很多方法门道，而能够得到的还是原来命中有的，并不是求来的。命中没有的还是求不到，内外双失，内心失去道德仁义，外面失去功名富贵，不从内心去求，所以没有利益。我把孔先生为我推算的命数向云谷禅师如实禀报，禅师便问我，你觉得自己应该得功名，应该有子嗣吗？不应该。为什么不应该呢？科第中人都是有福相的，而我福薄，又不能积功德积善行，培养后福的根基，而且不耐烦聚，不能容人，使或自尊自大，以才智盖人，轻言妄谈，直心直行，凡此种种皆是无福之相，又怎么能有科第功名呢？那怎么不应该有儿子呢？所谓地之晦者多生物，水之清者常无鱼。我有洁癖，这是我没有子嗣的第一个原因。和气能御万物，而我善弄，这是原因之二。仁爱乃生生之本，一味忍心是不育之根。我常常吝惜自己的名节，常不能舍己救人，这是原因之三。多言好气是其四。我又好饮酒，以至于消散精气，是我无子的原因之五。又好彻夜长坐，不懂得保养元气元神，这是原因之六。其余的过错尚多，不能悉数。生儿子，有修百世之福德的人，一定有百世的孝子贤孙来保持他的家道不衰；有修十世之福德的人，一定有十世的孝子贤孙保住他的家道；有修三世二世之福德的人，一定有三世二世的子孙来保持他的家道。那个没有后代的，或者出了不孝子孙的，那是没有修福，福德很薄的缘故。不为科第这桩事情，世间能够享受千金之财的人，一定是千金的人物；能够享受百金之财产的人，一定是百金的人物。应该饿死的一定是饿死的人物，天道只不过因为其才而顺其自然。几时曾经加千毫的意思在上面？你如今既然知道自己福薄与没有儿子的原因，从今以后
尽情把他改过洗刷，把一向不登科第没儿子的原因做一个大的改变。务必要积功累德，务必要包容别人的过失，务必要爱惜自己的精神。从前种种的过失，譬如昨日死，从今以后种种改过自新，譬如今日之再生，这就是义理再生之身。血肉之身尚然有个数理在，义理之身岂不能以感革天然之道？太甲曰：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诗经上说：永年配命，自求多福。孔先生算你不能登科第，不能生子女，这是天作之孽，犹可得而为之。你如今扩充德性，努力行善事，多积累阴德，这是自己所造之福，哪里会有不享福报的道理呢？易经为君子说，谋求趋吉避凶之道，能改过迁善，自然逢凶化吉。若言天命有常，不能改变，吉如何可趋向？凶又何以可避免？开章第一义便说：吉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你相信得到吗？臣实所言，元皇深信不疑。你若能一心向善，谦虚改过，努力修德，何愁功名不立，不得子嗣呢？福禄家说：不会画符被鬼神笑，这个当中有一个秘传，只是不动念头而已。在执笔画符之前，先要把万缘放下，内心一念不生，从此念头不动处下一点，未知浑沌开机，从此一笔挥成，这道符便灵验。凡是起天立命，都要从无私无虑处去感革。孟子谈论立命之学，他说：妖兽不二。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中，夭折与长寿这是两桩事情，是至二，是两个不同的极端。当我们不起心不动念，什么是夭折，什么是长寿，这就说明外面这一切差别对立的现象，都是从我们自己妄想分别执着所生起。若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一切的差别对立都不存在了。所以说，我们要立自己的命运，转变自己的命运，都得要从这个地方做起。风欠不二可以立贫富之命，妖兽不二可以立生死之命。人生在世，唯有生死最为大事，所以说讲到妖兽，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大事。如是，则一切顺逆的境界也全都包括进了。至于修身以四之日，修就是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，这就叫修。四就是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等待，
不能有一丝一毫觊觎非分之妄念，不能有一丝一毫将迎攀援的妄心。如果有这些妄念起来，皆应当把它斩除断绝掉。修学如果达到这个地位，直接造入先天清净的境界，这便是真实的学问。这是功过格，你可以带回去看看，以此修行。每日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善则计数，过则退出。比如你一天中做了十件善事，也做了九件恶事，十扣掉九，就剩下一善，这样记录累积你的善行。弟子谨受教。你还不能做到无心，我教你持准提咒，用持咒的方法达到一心不乱。咒语每天都要持诵，行住坐卧都不要忘记。你持到持而不持，不持而持，持到纯熟，起心动念自然就是咒语。没有妄念，念到妄念不动，这个时候就灵验了。来，我教你念。南无萨多南三藐三菩陀俱胝喃他子陀，唵哲利主利准提娑婆诃。南无萨多喃三藐三菩提。从那天起，我就把自己原来的别号学海改为了凡，以表示觉悟到立命之说，再也不愿落入凡夫的窠臼。我虽然发愿行善，但行意未纯，反省之下多有失误啊。要么是见善而行之不勇，要么是救人而心常自疑，或者勉强为善但口有过言，或者是醒时操持而酒后放逸。以过折功，每每将大好光阴都虚度了。从此我终日兢兢，如履薄冰。便自觉与以前不同了，不再悠悠放任，就是一人独处暗室，也警惕着，不敢动恶念，常恐得罪了天地鬼神。再有人记恨我、诋毁我，自然能恬然容受。
第二年应礼部科考，想不到孔先生的算术真的开始不灵验了。他算我科考第三，我却考了第一名，而秋闱也考中了举人。云谷大师的话所言不虚啊，行善修德真的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仅过了一年就生了你，取名天启。父亲，这名字是表示天道昭显的意思吗？是啊，种善因得善果，这是天道之正理啊。又过了三年，三千善行完成了，我又请星空法师在家里做回向。当年的9月13日，祈愿求中进士，许行善事10000条。到了丙戌年，进士及第。那时我已经是52岁了，朝廷授我为直隶保底知县。本县濒临宁河入海口，每年雨季海潮汹涌，宁河暴涨，河水入海无力，每每泛滥成灾。难道没有海堤阻拦吗？虽有沙堤，难以巩固，急浪来时沙堤一触即溃，无济于事啊。何不植树以加固沙堤呢？这个知县大人以造林工程耗反，劳工伤财。难道水患成灾，朝廷开仓赈济就简便了吗？其实赈灾之事更为艰巨。组织徭役，直柳固沙，在本县任内一定要修缮海堤，疏浚河道。大人，此地连年欠收，收获不足活人之用，更何堪抵交赋税啊。粮税原来是每亩2分3厘7毫，从今天起就改为1分4厘6毫吧。谢大人，大人恩同再造啊。哎，谢大人。乡亲们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记下来，快记下来。栽上了，全栽上了，柳树全栽上了。好，明年就不会有崩地之忧了。太好了。且慢，你拿这些东西做什么？今年冬天家里要添置棉衣、丝柜、棉件，我想卖些丝絮，多换些棉花，将多余的送给那些没有寒衣过冬的人。好，好啊！我这也是帮你多行善事啊。自从你当了县令，就不像在家乡时，或买房生命，或补路铺桥，人在衙门里哪有空闲行善修德呀？可我们发愿要行10000件善事，不知何时才能完成啊。
了凡先生，我看你面带愁容，不知有何憾事啊？尊神，下官袁了凡，为求登第，发愿行善事一万件，可是公务繁忙，每日受累于案牍之役而无暇行善，因而心中苦恼，不知如何是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了凡先生，你早已经完成了一万善行啊！宫门之中好修行啊，只减粮这一项，就足以顶得万件善行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孔先生算我53岁那年将有大厄，我并没有为自己祈求长寿，可是那年我竟安然度过了。如今又过了16年了，书经有云，天难信，命弥长，又说唯命不与长，皆非诳语啊。由此可以知道，凡是说祸福是自己求来的，乃圣贤之言教；若说祸福为天所命，乃是世人庸俗之论。你们的命运未知如何呀，但需记住，即便命当荣显，也应常坐落木下；即便时当顺利，也要常坐伏逆下；眼前足食要常坐贫惧下；人相敬爱要常坐恐惧下；家事望重常坐卑下下；即使学问颇优，也要常作浅陋相。远思扬祖宗之德，近思盖父母之谦，上思报国之恩，下思造家之福，外思济人之急，内思防己之邪。我们务必要日日知非，日日改过。一日不知非，即一日安于自是；一日无过可改，则一日无不可进。天下聪明俊秀之人不少，之所以德不加修，业不加广，只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啊。云谷禅师所授立命之说，乃至精至碎至真至正之理，你们一定要认真体味，勤勉奉行，切勿虚度光阴，空过此生啊。父亲，还是先吃饭吧。嗯。慢点。嗯。天赐怎么还没回来呀？哦，他上午就去乡里找宗师大人讨考试卷子去了。按例考卷是取不出来的。他说有朋友和方官是相熟的，或许
会托人誊抄出来也是有的，他能拿回来您就给他看看吧。他对我的责备还是有些不服啊，这孩子自己错了不知悔改，偏偏要想法子闻过是非。弟弟他年幼，处事总想证明自己正确，有这要强的心也并不是什么坏事情。不，道理不是这样讲的。哦，父亲，我把考卷誊抄回来了，请您老人家过目。嗯，先吃饭吧。父亲，看了您的批注，我现在知错了。嗯，错在哪里呀？父亲说的对，道德文章本于中和之气，我心浮气躁，非但不能素守坦诚，即使推论说理，又岂能真切呢？嗯，从今以后，我决意革除籍席，常思己之过错，不论人之短长，再也不怨天尤人了。好啊，好啊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知过能改，善莫大也。这是最最难得的呀。大凡吉凶之兆，蒙乎心而动会四体，过于厚者常祸福，过于薄者常进祸。凡人俗眼多被障蔽，就会以为祸福无定，不可预测了。心地至诚，便能与天道相合。福之将至，观其善，必能先知之；祸之将至，观其不善，亦必能先知之。若要祸福远祸，且不论行善，先须改过。改过须发三种心：第一，要发耻心；第二，要发畏心；第三，还须发勇心。要常常这样想：古之圣贤和我们同为丈夫，他何以百事可施，我何以就一身瓦裂不得善终啊。淡然于庸俗的快乐，私底下做出种种不义的行径，还自以为人不知鬼不觉，浑浑噩噩，傲然无愧，那就日益沦于禽兽而不自知了。是之可修可耻者莫大于此。孟子曰：耻之于人大也，以其得之则圣贤，失之则禽兽耳。这是改过的真正诀窍啊。天地在上，鬼神难欺，我们的过错虽然是在隐秘之处，但天地鬼神都看得清清楚楚。重则降之百殃，轻则损其献福，我们怎么可以不畏惧呢？就是在私事独居之地犯了过错，即使掩饰的严密，遮盖的巧妙，其实肝肺早露，终难自欺，一旦被人看破，一文不值矣。想想这些，怎么能够不常常生出畏惧之心、恭敬之心呢？尘世无常，肉身亦陨呐。只要一口气上不来，这个身子就不属于你了。到那时，你就是要改也没办法了。这样的话，在阳世要承担千百年之恶名，
虽有孝子贤孙，也不能代为洗刷。在阴间呢，还要受千百劫沦落地狱的业报，就是圣贤佛菩萨也无法援手接引的。如此，怎能不让人心生敬畏呢？只要我们一系尚存，弥天罪过犹可悔改。古人常有这样的例子，一生作恶多端，而能临死悔悟，发一善念，终于得以善终。所谓一念猛力，足以敌百年之恶呀。譬如千年幽谷，一灯才照，则千年黑暗俱除。所以，过错不论久近，唯以能改为贵呀。人不能改过，多是由于因循退缩，我们应当愤然振作，不要迟疑，不烦等待。小的过错如芒刺在肉，速于决堤；大的过错如毒蛇啮指，速于斩除，切不可有丝毫盈滞。雷厉而风行，万物得以生发，这就是《易经》中风雷之所以为易的道理啊。羞耻、畏惧、勇猛，人能具备这三种心，就会有过必改，如春兵玉日，何患不消啊。老先生啊，这鱼生来不就是给人吃的吗？岂止给人吃啊，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，这是天公地道的事儿啊。各位，现在正值水族产卵的季节，现在捕捞会造成很大的杀业的。老先生啊，吾等以此为业，一岁之中打鱼何止千千万万啊，你总不能全买了去放生吧？打鱼你们是能手，但是你们可知道这鱼类也是有灵性的。听说过乌鱼母子的故事吗？这乌鱼在产下小鱼以后啊，会累得双目失明，这样他就无法去觅食了。小鱼们围绕在母鱼身边，恋恋不去，他们知道母鱼就要饿死了，于是就一条一条地游进他的嘴里。母鱼误以为是别的鱼类，就把它们吃掉。等母鱼恢复了元气，眼睛渐渐复明以后，它看到吃的竟是自己的孩子，就停止吞食，绝食而死。这世上鸟兽鱼虫人啊，凡血气之属都是有灵性的，既然都有灵性，那么养育之恩，生死之痛，我们与他们的体会并无两样啊。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小牛救母的故事。有一个屠夫，
要杀一头母牛。可等他去拿刀子的时候，却找不到了。原来啊，是小牛将刀子叼走了。小牛为了救自己的母亲，竟然将刀子吞到肚子里去了。屠夫被小牛所感动，就将母牛和小牛都养了起来，让其终老，从此再也不做屠夫的名声。我们与水族与牲畜同为世间生灵，同是做人儿女的，又为人父母啊。纵使不能修养德性，使他们尊敬我、亲近我，可又怎能天天杀害他们，使他们仇我、恨我于无穷无尽呢？想到这些，面对着满桌的鱼肉，我们又怎能忍心下咽呢？父亲，这些人一生打鱼为业，您今日说动了他们，可他们还是得活下去啊。人为求生，各择其业。这些渔夫若能就此改行转业，此改过与行善无异，功德无量啊。父亲，这改过可有速效之法？改过之法有从事上改的，从理上改的，从心上改的，功夫不同，效验也有所差别。比如前日杀生，今日不杀；前日嗔怒，今日不怒，就是从事改过的方法。这样能够强制于外，但要防止以后再犯却很困难，因为事相虽改，病根仍在，东灭西生终非彻底究竟之道啊。善改过者
未尽其刑，先明其理。如罪过在杀生，就想一想，上天好生，物皆练命，杀彼殃及，岂能自安呢？这些生灵先受屠戮，腹被肢解，栽入汤火，设身处地，种种痛苦真是彻入骨髓啊。况且保养自己一定要真高罗列吗？再好的美味一经吃过就什么也不留了，何必把我们的身体变成别的生灵的焚尸场呢？其实蔬食菜羹尽可充饥，何必枪杀其他生命，折损自己的福德呢？我们再说这发怒，应当这样想，人都有他的短处，对有短处的人，我们应该同情他，怜悯他。如果他不讲道理来冒犯我，那是他的过错，与我何干呢？天下没有自以为是的豪杰，也不会有怨恨别人的学问。行事不能如意，是因为自己的德性修得不够好，还不能感动别人。倘若有人对我无礼，我就要反省，是不是自己对他不够尊敬呢？能这样看待事情，那么毁谤来时，就能把它当成是对自己的磨练而欢然受赐，何怒之有啊？若能做到闻谤不怒，虽谗言熏天，不过是举火焚空，终将自息；若闻谤而怒，虽巧心力变，终将是春蚕作茧，自取束缚。嗔怒之对于身心，有百害而无一益呀。其余种种过恶，皆当据理思之，此理既明，过将自止。改过最重要的是要从心而改，过有千端，唯心所造。我心不动，过从何生？求学之人，或好色，或好利，或好名，或好怒，种种过错不必逐类寻求，只要一心为善，正念现前，邪念自然污染不上。就如太阳当空，魍魉潜消。过从心改，这可是精微独到的真传呐、啊。就像斩除毒树，只断其根最为简洁，何必枝枝砍伐，夜夜采摘呢？大抵改过的方法，以治心为最上，这样可以当下清净，邪念才动即已察觉，已经察觉邪恶即无。假如达不到这样的境界，可以即明理以遣除之，连明理也不能够达到，就必须随事以禁止。以上事而兼行下功，这并不算失策，可要是一味只用下等功夫，反将上等功夫糊涂过去，那可是再笨拙不过的了。我们发愿改过，在明处要有良师益友的提醒，在暗处需有鬼神来做证明，这样经过一期二期乃至一月两月，长此坚持，
必有笑靥。那时的感觉，或心旷神怡，或智慧顿开，或烦乱中突然顺畅，或与冤仇回嗔作喜，或是梦里吐出黑雾，或是梦见圣贤提携接引，种种祥瑞盛世，那都是消过减罪的吉兆啊。可是我们切不可以此自傲，断了自己进步的道路啊。春秋时魏国的徐不义，他在20岁时已经做到了知觉自己以前的错误而进行改正，到21岁时又反省到以前的改过还不彻底，至22岁回视21岁，唉，犹在梦中。就这样岁复一岁相继改正，行年50，犹知49年的人生都还是有过错的。古代的贤人追求改过的学问，就是如此深下功夫的。吾辈身为樊流，过恶未及，可回思往事，常若不见，真是心粗而眼翳呀。过错深重，在人们身上也是会有反应的，或是心神昏色，转头即忘，或无事而常烦恼，或见君子而赧然沮丧，或闻政论反而不乐，或施惠于人反遭怨恨，更有甚者会夜梦颠倒，妄言失志，这些现象都是作孽之相啊。一旦有此征兆出现，急需警觉奋发，舍旧图新，切莫自误。易经上说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这是大实话。凡行善之人必将获得福报，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。就拿本朝的杨少师来说，他是建宁人，祖上几代人都是以摆渡为生的。每年雨季，洪水横流，冲毁房舍无数啊！别的船夫都乘机捞取漂流的财物，可杨少师的曾祖和祖父却只顾抢救溺水的人。乡人们都嘲笑他们愚痴，他们这一辈子啊，不知救过多少人的性。后来有神人化身为道士，对杨家说，你们的祖父积下很大的阴功，后代子孙命当显贵。神人指点杨家，将祖坟迁至风水极佳的一处所在，就是现在很有名的建宁白兔坟。从此杨家逐渐兴旺，这杨少师弱冠登第，位置三公。皇上还加封他的祖上三代同他一样的官位。杨氏后人尊贵荣显的有很多，
直到现今还有很多贤良的子孙呢、啊。鄞县有一位杨自成，早年曾在县里做书办，他存心仁厚，守法公平，是个很有善心的人。贵爷，大人，此人抗税不交，还带头滋事。本县问你，这可是实情。大人，我这是事出有因呐。吊丸之托，用刑。是大人，不能打，你冤枉。哎呦，大人，不能打呀！哎呦，哎呀，哎，大人，这不打。哎呦，哎呦。大人，请大人息怒，不能再打了。大胆！此人越发背离，不由人不动，再打！是。大人，孔夫子说过：“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；若得其情，哀今勿喜呀。”大人，当今世风日下。上士不能做出好的典范，下民人心离散已经很久了。大人，即使我们审出了真实案情，都应该怜悯他们，替他们伤心高兴尚且不可以，大人，更何况是愤怒呢？若不是杨书办提醒，我几乎陷于酷吏而不自知啊。受监。是。只顾做一顿粥了，再不想办法，明天又要揭不开锅了。平时咱家的粮食都被你拿了去补贴给那些犯人们吃了，借出去的银两从来也不让人家还，眼下可好，难道你还能找那些犯人们要粮食吃吗？大人，近日囊中羞涩，想向大人预知下月新丰，好买粮度日。杨书办，大人，本县知道你这个人是不轻易开口求人的。是是是，本来没什么大事，可是近来县里也是银库拮据，难呐。既然县里也有难处，自成就不再叨扰了。这些犯人是从哪里借来的？杭州。杭州。那位杨公不是说要给咱们送点粥来吗？哼，你想的倒好，天下哪有这等失心疯的人会理会咱们最秋的饥寒。哎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讲，我们杨大人从来就是说得到做得到，不信你们就等着瞧。等着瞧，我看他明天早上亮天他也不一定来。
恩公，小的但有余生，水里来火里去，小的这条小生命就是您的了。哎，千万不可这样想啊，你也不要谢我，还是认罪伏法，改过自新，做一个好人吧。是啊，请起，请起。这位杨自成一生行善，而且积的大多是阴德，他夫妻后来生了两个儿子，官至南北吏部侍郎，他的长孙做到刑部侍郎，次孙任四川连县，都是一代名吏啊。在正统年间，福建的邓茂庆揭竿作乱，势头更大，从者甚众，朝廷发兵讨伐，军中有一位布政司谢都史受命搜杀贼党。大家听令，凡性命不在匪侧之人，都发给他们一面小白旗，让他们插在门上。破城之日，凡门插小白旗者，不许滥杀。遵命。谢都师的措施，救活了万余人的性命，这可是大善呐。后来他的儿子考中了状元，官至宰相。他的孙子也考中了探花，这真是大善有大福啊。可是父亲，像谢都师这样的大善并非一般百姓所能为啊。人所在何位，即行何事，不论巨细，只要是真心行善，一样会有圆满的福报。福建莆田林家祖上有个老太太，一生好善乐施，她常常做粉团子施舍给穷人。哎，拿着，谢谢别客气，哎，不客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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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不客气。林婆婆，您真是个大活菩萨，快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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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明儿再来啊，明儿再来。要吃多少自己拿吧。拿着，谢谢林婆。不用谢，拿着，拿好。谢林婆，拿好。谢谢林阿婆，拿好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，连吃带拿呀？林婆婆她心善，你也不能天天过来拿，还拿这么多。不妨的，来。哟，您来晚了，都发光了，明日我多做点儿给您留着吧。我已吃了您三年粉团，如何答报您呢？莫要这么讲，吃些粉团子算得了什么呢？莫要客气。我有一份薄礼想送与你老人家，请随我来。
这块福荫之地，待你老人家百年之后，就在此处修造阴宅，你的后代子孙定能加官进爵，做官的人就像一生马子那样多。老人家不用怀疑了，这是你一生行善的果报。老人去世以后，他的儿子就依了道人所点的福地，安葬了林老太太。林家的子孙，第一代就有九个人登科，累代簪缨隆盛啊。在福建，甚至还有无林不开榜的歌谣，那就是形容林家得功名的人多不胜数啊。当朝冯太史的父亲，当年在县学里做秀才，有一年冬天极冷的一个早晨，他冻僵了，端碗热汤来。来，给他活动活动。热汤来了。冯生，冯生，你救人一命，出于赤诚心，我遣宋朝的宰相韩琦来做你的儿子。后来果然冯太史降生了，他们就起名为冯琦。台州的应尚书，他年轻时家境并不富裕，借居在山中读书。村主赵家有一个妇人，她的丈夫出门很久了还不回来，家里人因为她是死了，就逼着这妇人改嫁。嘿，这妇人倒也真烈，明日到这儿来上吊自尽。哈哈，我总算找到替死鬼了，可以转世投胎了。凭什么你先投胎呢？你这鬼东西倒也奇了哈，我先知道呢，自然是我先做人了，对不对？应公赶回家去，悄悄地变卖了自己仅有的几亩薄田，换了四两银子，还假拟了一封书信给那妇人家里，并且寄去了银子。这信是假的，不是儿子的笔迹啊。信或是假的，
可这银子是实实在在的呀。想来咱们儿子还活着，托人代笔也是有的。算了，全当是真的，先别叫媳妇儿改嫁了。不久，那家的儿子竟然真的回来了，夫妻得以团圆。我好不容易找了个替身嘛，到你这个心意哪给搅和了、他坏了你的好事儿，害你不能去投胎，你怎么不坏还怪他？哎，不行啊，天地以此人心善，积了阴德，已经让他将来做尚书了。尚书？我怎么能害得了他呢？常熟有一位徐凤竹，他的父亲啊是个有钱的人，每当灾荒年他就不收佃户的租米，还拿出自家的粮食来赈济贫穷缺食的人。有一天夜里，他听到有鬼在门外唱歌，千不诓万不诓，徐家秀才做到举人郎，千不诓万不诓，徐家秀才做到举人郎。鬼歌声声相续，一夜不停。这一年徐凤竹果然乡试中举，他父亲因而日益积德，孜孜不怠，修桥铺路，斋僧济众，凡有利益无不尽心。后来他又听到鬼在门外唱歌，千不诓万不诓，徐家举人直坐到都堂，千不诓万不诓，徐家举人直坐到都堂。这鬼歌又是一夜不停。后来啊，徐凤竹受任两浙巡抚，果然是官至都堂大人。嘉兴有位图康喜公，早年做过刑部主事，他勤于公务啊，晚间是住宿在狱中的。一夜他仔细询问囚犯情状，查出无辜者若干人，但他自己并不居功，而是写成文书秘密呈报给了刑部尚书。到了朝审的时候，根据他的呈报，尚书为十多人平反了冤狱。哎呀，一时间人们纷纷称赞尚书为官清正廉明啊。屠公又向尚书禀报说，京城之中尚有冤民，四海之广，照明之众，岂无亡者。他建议刑部应该五年派一名减刑官，据实为冤民平反。尚书按照他的建议上奏朝廷，得到批准，屠公也被派在减刑官之列。一夜他梦见天神来告诉他，你命中原本无子，今减刑之意深合天心，天地赐你三子，都将依紫色官袍系金色腰带。当晚屠夫人恰巧得了身孕，后来生育了三个儿子，果然都是官位显贵的俊才。你们的祖父有一位博学多才的好朋友，
名包平，字信之。他的父亲官居池阳太守，信之先生兄弟七人，他最为年少。他勤奋好学，但屡己于不定。平日里他很留心佛道学问，有一天去松江卯湖游玩，突然途中遇雨，师父，为何不修善佛堂呢？您看，雨水已经将观音菩萨的圣像给淋湿了。是啊，不是不想，只是缺钱少物，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愿尽绵薄之力。工程巨大，这十几两银子如何够啊？师父，这里有新织松布四匹，长衫七件，请师父收下。这衣服都是新做的，还没有上山穿过，您自己留着用吧。但求观音圣像安然无恙。我包平就是赤身裸体，又有何妨？舍银舍衣布，并非难事，只是施主这一片真心实在难得。请放心，贫僧绝不负施主厚望。以后佛堂修缮竣工，信之先生便拉上他的父亲一同来游，就夜宿在寺庙里。当晚他梦见护法神前来拜谢。护法神说，如护持圣像，心念至诚，如此当享是禄矣。以后啊，信之先生的儿子孙子都发科发甲，官位显赫啊。又有嘉善的知公在县衙做刑房吏。你竟然害死了三条人命，冤枉冤枉啊！押入死牢，上重枷。就是，我冤枉，冤枉啊！我仔细看了你的卷宗，你这个案子确有可疑之处。求老爷救小人一命啊。你起来吧。小人不敢。我即日即会到你村里去查访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大人，什么事？让他进来吧，让他们见上一面。是。
这里有个刑房官，好像明白我是冤枉的，或许他能救我性命啊。那赶紧去求求那位老爷吧。当今托人情都要送重礼的，可是咱家什么都没有啊。我的性命只在贤妻一人身上。我今日里他就会到咱家中查访，那时如果你以身相许，或许他能替我伸冤的。你先回屋里去吧，我有事情同大人讲。是母亲。大人，有话请讲。外子有意让我侍奉大人，以谢大人救命之恩。岂有此理！我看你男人是糊涂了。我堂堂县衙官员，岂能做出这种事情？职工还是多方奔走，为那犯人申诉冤屈，终于案子得到平反。父亲二人无以酬报职工的厚恩大德，就打算把女儿送给他做妾。因为职工还没有子嗣，这在情理上是说得通的，于是职工便答应了。但是仍然依照礼数备下厚礼，迎娶他们的女儿回家。婚后生下一个儿子，弱冠仲魁，官至翰林孔目，及下三代都被供为学伯啊。父亲，父亲，您跟我们讲了许多修善得福的故事，大多果报是及第做官，难道我们行善积德就是为了求功名吗？问得好。古来读书人首重功名，那是因为只有科举及第才能获取官位之权，有位有权才能为国为民造大福兴大利呀。然而我们修善行德的目的并非只在功名，圣贤之道为诚与明，明者智慧，有了智慧就可以通达事和理，诚是真心，也就是佛家所讲的本觉清净性。如果一个人能修德至善，一心清净，那么为官可以造福百姓，做普通人也可以独善其身呐。真正能兴大利、修大福者，莫如提倡伦理因果，莫如施行圣贤教育。明了因果，护持正法，这是行善的第一等大事啊。若要深入的讲来啊，则善又有种种不同。善有真有假，有端
有曲，有阴阳，有是非，有半，有满，有大小，有难易，这些都是要仔细辨别的。为善而不能穷究道理，往往会自以为很有修行，却不知是在造孽，那样是枉费苦心，毫无益处的。那何为善之真假？曾有几个儒生到天目山去拜会中峰和尚，佛法论善恶报应为如影随形，事情往往却是某人善而子孙不兴，某人恶反倒门庭隆盛。以此看来，佛所说的因果岂不是太没有依据了吗？凡情未敌，正眼未开，任善为恶，止恶为善，往往有之。为什么不恨自己是非颠倒，反而抱怨天道报应有差呢？这善恶何至于相反呢？你且说说看，何为善，何为恶呢？骂人打人是恶，尊重人礼敬人是善。未必然也。贪财妄取是恶，廉洁自守是善。未必然也。父亲，到底什么才是善恶呢？有益于人是善，有益于己是恶，有益于人则打人骂人皆是善，有益于己则敬人礼人皆是恶。是故人之行善，利人者公，公则为真，利己者私，私则为假。发自内心者真，因习行迹者假。无为而为者真，有为而为者假。今人看到谨慎不倔强的，大都称之为善人而认同他，而圣人则宁愿认可狂捐不及的。那些谨慎温吞的人，尽管有异乡的人都说他好，但因为他随波逐流，没有志气，不能够指望他上进，所以圣人必定要说他是道德之贼。这善恶的标准，世俗与圣人分明是相反的呀。推广开来看，则世俗的种种取舍褒贬无有不谬，天地鬼神之善恶福祸，皆与圣人同是非，而不与世俗同取舍。所以凡与积善，绝不可被耳熏目染牵着鼻子走，只有反躬自省，从心源隐微处默默洗涤。纯是一片济世之心则为端，苟有一毫昧世之心即为取。纯是爱人之心则为端，有一毫愤世之心即为屈。纯是敬人之心则为端，有一毫玩世之心则为屈。凡行善而人知之，则为阳善；行善而人不知，则为阴德。阴德天报之，阳善享世名。名也是福啊，然为造物所寄。使之享圣名而实不复者，常有奇祸。人无过错而横背恶名者，子孙往往骤发，
阴阳之间为善的差别是很微妙的。春秋时，鲁国人常有被邻国俘虏了去做奴隶的，有人出金钱赎他们回国，按照鲁国的法律可领取赏金。子贡富有，他出钱赎回人质，却拒绝领取赏金。孔子听闻后很不满意，他说子贡做错了，君子之行要移风易俗，要引领大众效仿，而不是为了自己称心快意。子贡拒收赏金，会使人以为做好事收赏金是耻辱的事。鲁国富人少而穷人多，恐怕从此就不会有人去赎人了。相反，子路见人溺水冒险拯救，那人送他一头牛以示感谢，子路欣然接受了。孔子听了十分高兴，说从此鲁国救助陈溺的人将多起来了。以世俗之见，子贡不受金为优，子路受牛为劣，然夫子却夸奖子路，批评子贡。从中我们可以知道，人之为善，不论现行而论流弊，不论一时而论久远，不论一身而论天下。往往现行虽善，然其身后影响却足以害人，那么这就是似善而实非了。现行看似虽不善，但其影响却足以济人，那么则是非善而实是了。这是拿此一事来讲啊，其他如非礼之礼、非义之义、非信之信、非辞之辞，那都应当审慎地去分辨抉择。哦，父亲，我明白了。存有私心的善是有缺陷的，而一心为天下人的善呢，才是圆满的。何为正篇呢？前朝吕文义公德高望重，他辞退相位，荣归故里，海内市民养之如泰山北斗啊。老大来，走，到家里坐，到家里坐，到家里坐的。哎，那汉子，哎，快让点路啊。哦，你不就是吕老儿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敢挡大爷的路？哎，起来！哎，起来，起来！哎，快起来！哎，住手，住手！管家，他是个醉汉，不要跟他计较，我们改道走就是了啊！好，这边请啊，这边请，老大，这边请。连堂堂前朝宰相拿我也没办法。人家吕公真是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呢，你可不要不知好歹啊。你要怎么样？
真是罪有应得，早就应该逮着他，这就是他的下场。就是干我好事，就是他。二十年后，老子要是一条好汉。管家，这是何人呢？相爷，他就是去年冲撞过您的那个醉汉呐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哼，看他当日的样子，就知道他定有这般下场。我是说呀，假如当初稍稍和他计较，送官则处，以小惩而大戒。我当时只顾存心仁厚，不料反倒养成其恶，以至于无药可救。这真是以善心而行恶事。还有一个富豪，以恶心反倒行了善事。有一年正值荒年，穷民们无以为继，青天白日上街抢粮食。那富豪带了家丁，把哄抢粮食的穷人捆绑送官。可县里不敢管，穷民们愈发放肆。于是那富豪带着家丁将为首的捆绑起来，吊在自家树上打，连续示众了好几天呢，这局面方才被弹压住。若不是那富豪挺身而出严惩祸首，城中必生大乱呐。所以说，善者为正，恶者为偏，这是谁都知道的。然而以善心做恶事，那是正中偏；以恶心而行善事者，那是偏中正。这个道理也不可不知啊。父亲，何为半善满善呢？易经上说呀，善不积不足以成名，恶不积不足以灭身。书经上也说，伤罪贯盈如储物与器，勤而积之则满，懈而不积则不满。这是关于满办的一种说法。这是我供奉菩萨的，请师父收下。我只有两文钱，请小师父一定收下。女施主，请留步。我们住持要亲自为你做回向。阿弥陀佛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后来这姑娘被选入宫中做了王妃，她又一次来到了这座寺院。
把供佛的银子献上来。老法师，请再为哀家做回向。徒儿，你来为女施主做回向吧。老法师，当年我只捐了2文钱，您就亲自给我做回向。如今我捐了1000两黄金，您怎么只让小师父给我做回向呢？女施主，当年您虽然只布施了2文钱，物虽薄，而施心甚真，非老僧亲忏，不足报德。今日物虽厚，但施心不如前日之切，令人代忏足矣。阿弥陀佛。这就是千金为伴，2文为满的道理呀。相传李祖初学仙时，钟离曾给他设下过10道考验，其一是要传授他点铁成金之术，说是可以济世。李祖问：“这金还会变成铁吗？”答曰：“500年后当复本质。”吕洞宾当时就说：“这样的点金术会坑害500年后的人，我不愿意学。”汉钟离十分高兴，说：“就凭你这一句话，要成仙的3000功行已经满了。”要知为善，而心不能粘着在为善的相上，就像是本分里应该做的一样，不算一件什么特别的事情，这样才会随所成就，皆得圆满。要是这心总是粘着在为善的相上，你就是终身勤力，也止于半善而已呀。比如以财物济人，要内不见自己，外不见被施之人，终不见所施之物，这叫做3轮体空，一心清净。若能做到这样，则1斗粟可种无边之福，1文钱可消1000劫之罪。假如心里啊总是念记着所行的善举，那就是布施1000万两黄金，福报也不会圆满的。有一位魏仲达，曾在翰林院任职。某日，忽被射到阎罗殿。速将善恶二路呈上。这是他的恶路。看来此人恶贯满盈。这是他的善路。此人阳间行善太少，拿秤来称。是。敢问阎君，我年未40，怎么会过恶如此之多？一念不正即是恶，不待犯也。快打开善路看看，内中所书何事？君王，朝廷常大兴土木，修3山石桥，魏荣达曾上书劝诫，以免劳民伤财，这是奏章底稿。我虽上奏，但朝廷并未听从，于事无补，怎么会有这么重的力量呢？
朝廷虽不从，但你的一个意念已在为万民着想，如若听从，则善力就更大了。仲达有生余年，定当洗心革面，力行善事，以弥补相师所作过恶。凡志在天下国家，则善虽少而大，苟在一生，善虽多亦小，切记切记。先儒为克己，须从南克处克将取。夫子论为人，亦曰先难。江西有位书翁，在人家里做西席，有一个穷人欠了公家的钱粮，官府要把他的妻子带走去做卑女以抵债。书翁知道了，就将自己两年的束修都拿出来替他偿还了债务，成全了这对夫妻。这可是在难舍处能舍啊。再如镇江的晋翁，年老无子，邻居要把自己的小女儿送给他做妾。晋翁虽然渴望子嗣，但终不忍以幼女为妾，还是还给了邻居。这是在难忍处能忍啊，天降之福必也厚啊。所以说有才有势者，其立德皆异，义而不为是为自暴，贫贱作福最难，难而能为是最可贵的呀。随缘济众，其类至繁。幽园其纲大约有十项。上古时在雷泽，舜见到青壮的人们都争先在深潭后泽中打鱼，而老弱者只能在急流浅滩中讨生计。舜心中哀悯，于是他也去和人们一道打鱼。看见那些好争夺利益的并不斥责张扬他们的过错，而见到谦让之人就极力地赞扬他们，效仿他们。一年之后，人们就都以深潭厚泽互相谦让了。以舜的聪明才智，他就说不出很好的道理去教导众人吗？他之所以不以言教，而要以身作则来转变人心，实乃良工苦心呐。君子与小人，就外表形迹看，常以相混，唯一点存心处，则善恶悬殊，判然如黑白纸相反。所以孟子说呀，君子所以异于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君子所存之心，只是敬人爱人之心。盖人有亲疏贵贱，有智愚贤不孝，万品不齐，但都是我的同胞，皆无一体，哪一个不应该敬他爱他呢？我们爱敬众人，即是爱敬圣贤，能通众人之智，即是通圣贤之智。为什么？圣贤之智本欲私事私人各得其所啊，无和爱和敬
安一世之人，即是为圣贤而安之也。玉之在石，抛掷则瓦，雕琢则规章。所以但凡见人行一善事，或者其人志向可取而资质可进，那都要激励他，扶持他。倘若有人冤枉他，诋毁他，那就要替他澄清化解，帮助他立足，这样才算是尽到我们的责任。大抵人各物其非类，人群之中往往善者少，不善者多啊。善人在世俗中也是难以自立的，况且豪杰总是铮铮出于人表，又不慎修饰行迹，很容易受到指责。是故善事常易败，而善人常得霸，全靠人人长者匡直而辅益之，其功德最宏。身为人类，谁能没有良心呢？但世人为了名利营营碌碌，不肯停歇，很容易堕落啊。所以与人相处，应当想种种办法去提醒他，为他解开迷惑。好比他昏睡在长夜大梦里，要使他警觉；他久陷烦恼的泥沼，要使他超拔出来，安逸清凉，以此待人，恩惠最为博大。如果我们失言失人，就应当反思是自己的智慧不足。韩愈说，一时劝人以口，百事劝人以书，此是言教。教之于身教，虽落于行迹，然对症下药，实有奇效啊，不可以偏废了。患难颠沛，人所时有啊，偶一遇之，当如苦难在即，要速为解救，或以一言申其屈意，或以多方济其颠脸。有贤人曾说，惠不在大，妇人之急可也，真是仁者之言呐。小而一乡之内，大而一邑之中，凡有利益最宜兴建，或开渠防水，或筑堤防患，或修桥梁以便行旅，或施茶饭以解饥渴，应随缘劝导，协力兴修，务必嫌疑，勿辞劳苦。舍财作福这一项十分要紧，世门万行以布施为先。所谓布施者，只是舍之一字。觉悟的人，内舍六根，外舍六尘，一切所有无不可舍者。假使做不到这样，也应先从财上布施。世人以衣食为命，故财最为重要。我们从舍财入手，对内可破除自己牵令，对外可济人之急呀。开始会感到勉强，渐渐则会处之泰然。舍财最可以荡涤私情，驱除执令。古人云，
财富是果，财师是因，聪明智慧是果，法师是因，健康长寿是果，无畏布施是因。修这三种善因，必获善报。若更能清净心去修这三种布施，则可种无涯之福啊。法者，万事生灵之眼目也。不有正法，何以参赞天地？何以财成万物？何以脱邪尘离束缚？何以按照圣人的教诲修为经世出世？所以凡见到圣贤庙堂经书典籍，皆当敬重羞耻之。至于弘扬正法，教化众生，上报佛恩，下济众苦，尤当勉励啊。家之父兄，国之君长，凡年高德高位高识高者，皆当加以侍奉。在家服侍父母，假如能够深有爱心，面貌和顺，柔声下气，习惯成自然，便是和气隔天之本啊。出而事君，行一事，无为君不知而放任自肆；行一人，无为君不知而自作为福。事君如天，这是古人的格论。试看忠孝之家，未有不绵远而昌盛者，你们一定要审慎为之啊。人之所以为人，是因为有着一片恻隐之心。求仁者是求这个，积德者也是要积这个。周礼上讲啊，孟春之月，牺牲勿用我无。孟子说，君子远庖厨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为了保全这一片恻隐之心呐、啊。所以先贤有四不食之戒：闻杀不食，见杀不食，自养者不食，专为我杀者不食。你们未能断绝肉食，但是应当从此而戒除了。渐渐增进，慈心愈长，不唯独杀生当戒，蠢动寒灵皆为物命。像求思须竹简，锄地会杀虫，念衣食之由来，皆杀彼以自活。所以暴殄之孽和杀生是一样的。至于手所误伤，足所误见者，不知有多少呢，都应当设法防范。古诗云，爱鼠常留饭，怜蛾不点灯，这是何等仁厚之心啊。善行无穷，不能尽数，由此实事而推广之，则万德可备也。父亲慢点。这次复考，不管是对谁，都要谦虚恭敬，这才是为人处世之道。是，父亲。《易经》上说，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物盈而好谦。
所以64卦中唯有谦这一卦是六爻皆吉呀。书月满招损，谦受益。我年轻的时候多次和同学们去应试，每见寒士即将发达，面相上必有一股谦光焕发出来。辛未年咱们嘉善县一共有十个举子进京应试，年纪最小的是丁靖宇，他的为人极其谦虚。坤仪兄，哎，走了一天的长路，一定很乏，烫个脚吧。多谢了，小老弟，只给学问好的人端水吗？坤仪兄岁数最大，是一小弟，先要给他端水。那我年纪也比你大呀，我们也都很累嘛。哎，他年纪小，不要难为他。我年纪小，多做些是应该的。诸位学长，请稍待，我这就去端。这孩子可真够刻苦的了。此兄今年必得第一，何以见得？你看，我们十个人当中，有哪一个能像靖宇那样诚恳厚道？不敢先人，又有哪一个恭敬谦位如他的？受武不变，文棒不达，像靖宇这样的为人，连天地鬼神都要护佑他。靖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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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你怎么躲在这儿不去看榜呢？我考得不好，不敢去看。靖宇，你中榜了。中了，真的。我？那你呢？我没中。哎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以你的学问，第一个考中，应该就是你啊。君子先气实，而后文章可以。德行修养，我自有功夫不到之处，来年再考吧。翰林院编修冯开之先生是我幼年时的朋友，子贡小时候性情非常骄傲啊，什么事情总是要事事占先，不肯让人的。分别多年以后，在丁丑年，我去京都参加会试，正巧和开之住在同一房间。啊，此时的他虚极脸容，一点看不出幼年时的习气了。他有个好友叫李继言，是个很耿直的人，他见到开之有错时，常常会毫不客气地当面指出来。开之呢，就平心静气地听着，连一句辩解的话都不说。当时我就断言，福有福的兆事，祸有祸的先机，开之此心果真谦厚，天必向之，今年会试他必中无疑。嘿，果然冯开之考中了会试的第一名。这谦恭之德真有这么大的功效吗？我再给你举个例子，此人在咱们嘉善县住过，叫赵玉峰，字光远，山东灌县人。少年时啊，乡试中举，
此后却久考不第。他父亲调来嘉善县做主簿，仰慕前明无功的大名，带着他到钱先生那里去求教。先生正在午睡，你们若是真心想见的话，就等到午后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改日再来吧。父亲，父亲，您请先回吧，我在这里等候。既然是前来请教呢，自然应该谦恭耐心才是。那好，你在这儿等吧。这个钱先生把你的文章涂改得一无是处，这何异于重写呀？父亲，钱公所批改的都是紧要的关键，真是开人心智啊。父子大宗师手笔，学生获益良多，今日重新写过，但愿能不如父子一番心血。好，好，改得好啊。比之上一篇不可同日而语，前日老朽故作姿态，是为了考教你的态度是否能虚怀若谷，果然是良才美智啊。须知谦虚忍耐乃学人治学之本，待往圣继绝学，为万民开来世，全节本乎于此啊。比起那些谦恭君子，我更觉向师之非，不能反躬自省，却要抱怨考官不公，简直是浮浅之至啊。大凡天意要使某人发达，未发其福先开其慧，此慧一开，则福者自食，四者自敛。何不寄宿在这寺院里？此处地境繁华，正好方便我们游玩。临城在即，你还有如此雅兴？我张伟言胸中自有华章百千，区区一篇应场文，不过是囊中取物罢了。你才学高超，自可以艺高人胆大。我们还是找一个寂静的地方，温习功课去吧。竟然对我张伟言的文章漠视无睹，
这样的考官一定是瞎了眼睛，金科不中，明年再试便是，又何必称恨呢？任由这样的蠢材选拔世人，实非国家之福啊！蠢材呀、啊，蠢材！以贫道之见，阁下的文章必是不佳呀。你又未尝得见，你怎知不佳呀？错文章贵在心平气和，阁下一味的谩骂，不平之极，文章怎么可能做得雅驯呢？慢，道长言之似乎有理，学生浅薄还望指教。功名之事全要靠命的，命不该重，文虽功无益，那又怎办是好？需自己做个转变。那既是命，又如何转变呢？造命者天，立命者我，力行善事，广积阴德，无福不可求啊。我一介寒士又有何能何为呢？善事因功皆由心造，长存此心，功德无量。况且如谦虚一事，并不费钱，你为何不自反省而要辱骂考官呢？闻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从今而后，学生定当折节自持，不负道长教诲一场。从此张卫岩认真反省，善日加修，德日加厚，道德文章有了长足的进步。一天他做了一个梦，这乃何物？金科仕禄名册。为何如此多的空格啊？因司对科考的人三年一考教，必得是积德行善，没过错的人才能册上有名。那些空行是原本该考中的，因为新进犯有不善之行，被删下去了。你三年来持身谦虚谨慎，或许可以补充进去，望你自爱。果然这一年张卫岩以第105名乡试中举。举头三尺绝有神明，趋吉避凶断然有我。我们必须存心良善，制约恶行，一丝不得罪天地鬼神，又要虚心趋吉，使天地鬼神时时怜我，方才会有受福之根基。那些骄傲自负的人，必不是气量远大之事，即使一时发迹，也不会长久。只要稍有见识，都不忍自狭其量而自惧其福。更何况，能谦虚则受教有地，而取善无穷啊。古语云，有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，有志于富贵者必得富贵。人之有志，如树之有根，立定了这个志向，须得每一个念头都要谦虚谨慎，遇到事情都要为别人着想，
哪怕是像灰尘那么小的事情，也要使他人得到方便。长久修持，自然会感动天地，而造福全由自己。孟子曾对齐宣王说：“王之好乐者甚，其其数几乎？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。”孟子劝齐宣王把一个人的快乐推广开来，使得世人都快乐，求科考登第，求功名成就，也正是这样，把求得的功名落实到经世致用上。由改造一己之命运，一家之命运，进而平国治天下，如是圣人之道不远，大同之世界已可待。